今日是秋季学期开学的第一日，今日一早，伴随着庄严的国歌声、青艳的五彩红旗，迎着朝阳，大华市甲校园冉冉升起。创始东小学校近百万师生，做好黄木处事，开启新学期生活。明早七点入校，记者到华侨青艳区金湾学校门口睇到，学校设置了隔离带，学生会排队通过体温检测通道，无需进入学校。我现在是在龙湖区的金湾学校，上午3000多名学子精神抖擞、神采飞扬地步入校园，开启新一学期的求学之路。明早八点，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学校初等部为了以巧为巧、感恩奉献的主题，开展开学第一课，引导学子弘扬巧文化，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学生们能够深入了解华侨精神，感悟家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感恩奋进。我们感受到华侨先辈们的爱国之情，我们更要弘扬华侨文化，践行华侨精神，做一名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新学期开始，劳动课正式成为东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我市义务教育劳动课程将以丰富开放的劳动项目为载体，培养学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按照今年的课程标准，我们学校的劳动课程每周不少于一课时。课程设置将着重突出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比如有清洁与卫生、整理和收纳、烹饪与营养，还有家用电器的使用与维护等等，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锻炼，培养学生刻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劳动品质，摒弃劳而不获、坐享其成的错误观念。近期教育部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及小学开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把一年级小学期设定为入学适应期。我市也重点关注幼儿园及小学的双向衔接问题。莲湖区被评为广东省合作教育高质量发展试验区，目前莲湖区通过三水四路的推动全区幼小衔接工程高质量开展，形成具有特色的莲湖样本。我们还开发了一年级小学生入学学习手册，在图文上就迁移了幼儿园的这种形式，把小学需要养成的学习习惯、基础方法融合在富有趣味性的故事、游戏、活动等等当中，缩短孩子的适应期，搭建顺利过渡的阶梯。转眼间被称为世上最短的暑假已经结束，今日华市甲东小学幼儿园如期开学，到全面落实黄木工作的同时，不少学校或者开展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落机换窗，顺利步入新学期。明早七点外，市区的风华学校迎来了1700多名学生。为确保黄木换窗，学校之所以已经对校园进行全面清扫消毒，并提早对全校师生进行健康情况、隔离居室的目测登记。到学生放学第一日，小持学生计核酸阴性证明，佮行下咩？吼，啊，包括对外相对个别学生，吼，就是有只学物在是到海南个，要求班主任老师，甲只学生家长保持密切个联系，要求学生家长让个安心，让上去个防控工作要求去执行。明早八点，跨着向长街义勇宫进行庆，五彩红旗冉冉升起。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拉开了秋季学期的序幕。校长为全体师生做开学仪式，鼓励学生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学习。据了解，今年的暑假比往年短，为了让大家结束假期模式的同学收心，尽快适应学习节奏，丰华学校到开学之中就确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对一年级的新生做好幼小衔接，对七年级的新生做好小初的衔接，开展好
生性还是较风凉工作。中华有针对世界增加了各项活动，哦，对个别学生提供增加心理的干扰，哦，让学生呢尽快的进入一个叫做正常学习状态当中。学习生活，换窗得意。为帮助广大青少年学习兼得知识，读罗兼得思想方向。明早，另外区兼得培协调区教育局为红花学校生招开设兼得职缺。到课堂之后，民间各下视频动画、音色等无处的语言，为学生科普特别知识。特别是对新振兴华山文教对三道特别增加重点介绍。同时，有人知识话里讲解特别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危害，以及青少年防范特别的小技巧等知识。认识到了许多新型毒品的伪装，他们可以伪装成任何的零食或者饮料来欺骗我们。我会把这些知识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们，让他们远离毒品。学生会花去到黄金特别电视区观摩学习，现场同时点出了兼得讲座作品。最后，学生回到兼得民警的多年诶。到健康人士历史无得的签名榜上，带动写下家己的名，彰显个人决心。知道了一些毒品的危害，它不仅会对人的大脑产生不可逆的危害，同时也会让人产生心理依赖。作为青少年的我们，应当把这种抵制毒品的理念一直的弘扬下去。另外，官方表示，支持兼得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指导以我家依赖的形式，让学生们到轻松自在的氛围等，更加深刻的接受兼得教育。政治部提供兼得意识，增强防得具得意识，切实堕落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防火墙。龙湖公安机关将持续发力，开展更多、更实、更优的禁毒宣传进校园活动。努力为广大师生创造一个安全有序、健康无毒的校园环境。明早，市交警支队的民警即去到金平区外围施校，让师生上团交通安全常识。民警指出，学生迈到马路顶打闹对动，坐摩托车、电动车就戴安全头盔，坐小车就绑好安全带。民警发现了更改学生遇到交通危险的时候的紧急避险方法，比如说应该避让大货车，不和大货车抢道。家长接送的时候，如果开摩托车要戴安全帽，然后如果坐车的话，12岁以下的儿童身高不到1.4米的话是不可以坐前面的，而且要系安全带。校方表示，开学第一课让交通安全到学生的心中生根发芽，并通过小手拉大手，共创良好交通安全环境。开展这个交通安全第一课的教育，让孩子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交通安全知识，然后谨记于心，落实于行。小手拉大手，让他们的家长共同来参与这个安全出行，好，共同来保护生命的安全。新学期开始后，交警部门或将多形式为广大学生的出境化窗补给护盼。唔多到上黑班黑期间加派警力疏导及维护交通，或组织民警进学校亲自补开点交通化窗双架活动。我们交警呢已经去了多所学校，啊，有中学的、小学的，甚至呢还要走入到幼儿园去，啊，把这些交通安全宣讲下去，啊，让大家都懂得如何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当一名文明的交通参与者。开学了，学生的食品安全备受家长关注。为做好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明早市市长监管部门对外市部分学校食堂及周边食品经营单位进行检测，确保广大师生饮食安全。到汕头金东华侨青年区学校的食堂，接学人员拆退了豆瓣、村口等重点部位，以及大宗原材料的采购调充情况，并对食品加工制作、专柜管理、食品漏尿、仓库清水消毒的规范处置等进行检测。学校这一方面食堂还是做得相对很规范的，然后有一些需要说注意的就是，比如说供货单位的名称
要补齐全一点，不要用简称。厨房内一些标签还不够齐全，比方说那个留样冰箱，希望学校接下来在食品安全这一块呢，还是保持这个规范，然后一些细节方面再注意一下。学校食堂相关管理人员表示，针对重大的问题，正在认真整改，确保师生的迎接安全。针对这些问题，我校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整改。夜当当，执行人员发到校园周边的食品经营单位开展检查，当点检查经营单位经营执照、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及落实情况，以及食品速证速票及进货测验制度落实情况。在日常的经营中，要注意清点那个食品，然后特别要注意那个，要关注它的生产日期，然后一旦过期，你们可以马上清理。到某一个时间段，三天或者五天，我们就给它已经下架了。市长金光部门表示，将政治部加大对话市学校食堂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及学校周边食品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测力度及品质，从严管控校园食品安全风险。我局还将继续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守护行动，严格落实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聚焦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严防、严管、严控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风险，保障广大师生时间上的安全。没咋另外区一批新改扩建学校及校舍投入使用，包括林北乡中学、林上学校、外山华侨学校、东夏小学、华山校区等。新增公培学位及公培升级学位更无参加。另外区还把金乡武冈南湾水枪子女纳入组织入学工作范畴，保障水枪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林北乡中学、林上学校明早举行结拜仪式。学校由安山头乒乓球学校故址改建而成，为九年直光寺公培学校，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小区提供公培小学一年级及公培初中七年级学位近500间，万改下季报及周边偏区义务教育学位紧缺门堆。落来学校将独立扩招，更将提供中小学学位3000多间，满足城乡教育发展需求。学校呢也配置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那么我们呢也将落实双减政策，抓好5项管理，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放心学校。外山华侨学校一度明早开学，并举行开学升旗仪式。通过志愿者下，另外区把红家华侨小学贴并到外山华侨中学。按洪家华侨小学校址改配公培幼儿园，外山华侨学校也成为九年直光寺学校，方便学位调职，并为金乡武冈南湾水枪子女就读创造便利条件。今年，另外区对外来武冈子女较为集中的社东村、社乡甲学堡以及非中心区学校配合条件进行优惠，新增公培小学及初中学位更一直参加。促进基础教育更广优质发展。今年呢，是可增加呢学位呢约200个，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学位呢到，就是总共的全校可以容纳呢到2000个。这充分呢，庞乏了这个教育资源，使教育资源呢这个配置与办学的思维效率呢，达到1+1大于2，而办学成本呢。1+1小二的良好教育，外来务工子弟让他们更加方便。我们呢还给他定制公交，还呢是中午在这提供的午餐，还有一个午托，所以让家长呢能够放心去工作。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在揭阳那边的，政府分配来到这个学校读，也有公车接送，给我们提供便利。近年来，另外区已经新改扩建经纬湾小巷。当下小学华山校区、大玉小学、金湾学校、灵梯小学等直配学校及校舍。落来，另外区将通过实施新强师讲厅以及学在教育公培学位建设等专项规划。立在到2025年，新改扩建17所中小学并投入使用。
仓库新增义务教育及学生阶段公培学位罗王佳现场，有校问改公培学位经书矛盾，全面提升中小学校培学品质。有错火车司机为了多拉快跑，经常无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冒险挑战上路。最近，市交警支队高速公路大队就查获一只严重挑战的火车，该车的挑战率竟达525%。8月15号明早，交警高速公路大队山尾东队联合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到山区高速公路月浦收费站开展执法行动，打击火车挑衅挑战违法行为。到执法行动中，发现一只南北小火车有挑战嫌疑，于是把引导到地挑点进行过磅等等，结果让人大愕一惊。经过称重，该车吃货总重13.88吨，限重4.27吨，超载率达到225%。随后，执法人员对火车司机吴某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检扣车辆，对司机进行相应的处罚。我们民警呢开具了这个强制措施，暂扣了他的车辆，待他把这个超载的部分卸完之后呢，我们对其进行罚款2000元，记6分的处罚。交警部门表示，将继续推进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严查挑战、挑衅等交通违法行为，预防及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货车超载必然会导致呢，我们的制动距离加长，容易引发追尾事故。如果说是严重超载的，那么它的轮胎就可能导致变形、爆胎，车辆失控，导致这个交通事故。那么我们呢，就是要提醒所有的这个货车驾驶员，我们在上路装载的时候，一定要按照我们行驶证所标明的总质量，进行合法装载，安全文明的上路。今年就要今早的油甘稀滑丰收，但受目前等因素的影响，烧酒速度又慢，急速多方塌顶烧路。为此，市商务局山头用煤集团联合金枣镇政府和深圳市驻金枣镇防护工作队，携手多家企业举办甘心助农2022山头欢乐谷金枣油甘助农促销公益活动。目前热心商条已经山顶山下脚下创立销售金枣油甘，自9月2号。即是晚上8点到9点半，甘心助农促销公益活动将到山头加拿大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进行现场直播，敬请留意。前两日到博鹏内火挑市动力店申请的油甘被短时间摆上火架，经市民上告，每只市民也纷纷出手告白。我站在到山头的经济市场，看到咱那一只经济油甘落上市，咩钱拢来只解就了，我所以我无事买来去试探。下城百货也把金枣油甘摆到显眼位置，并开启试食模式，受到市民青睐。市民李小姐整杯就挂羹。因为最近几年疫情发生了以后，农民挺不容易的，比如说产啊、销啊，他们可能都遇到困难，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做一点事情，能够帮助到他们，也是尽一份微薄之力吧。甘心助农促销公益活动启动之后，热心商条山上山下齐欢乐，销售金枣油甘助农果农增收。然后往山顶又通过或者往小条数落单，也通过这个门新村啊、社区个平摊，然后呢往个增加这个推广，做海报宣传哦，各个渠道包括朋友圈用老推广，特别是当马的。有家这个用煤集团的家去装掉家去直播，到参与我们的不点，所以欢迎大家能呢来收听我的直播。那接下来明晚我们也会联合汕头融煤集团，会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直播活动。那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来踊跃参加，也为我们金枣的一个果农尽一份绵薄之力。甘心助农汕头欢乐谷金枣油甘助农促销公益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参与促销活动的油甘是件统一定价、统一包装，
双条山下有杏花小树，山上即种下杏花小树甲二树。日妈妈八点到九点半，甘心助农促销公益活动，将到山头加拿大客户端视频号、抖音号进行行动直播。在名咱们主持人将带来深入了解金枣油柑，作为冰上油柑、蚵仔油柑汁、熬油柑汤。届时大家可以根据直播提示，山上山下参与助农活动，让人做诶甘心助农。油柑嘅功效好在具清热凉血、消积降胃、生津止海嘅功能。到妈咪嘅直播节目中，我为大家请来名导师教大家油柑嘅多种制法，欢迎大家请来达人教大家如何制作一个干汁饼等等啊。总之，妈咪嘅节目台点好在助农求贵，心有余甘，欢迎大家妈咪踊跃参与。小小嘅油柑效应却未衰，可生津止海。清热凉血，食用方式也多种多样，可青汁、可补汤，也可炸油柑汁、制作油柑茶，花可腌制，随你喜欢。敬请大家适合闹钟锁定妈咪八点。今日开学，不少网友调侃单，躲过了数个春客，却无躲过蒙古春客。因为最近多个老人在陪蒙古的时候发现，食出羊食新天公领房多个蒙古当着大寡十元，甚至寡百元，却忽略了学生风气，成了收刮家长钱包的利器。最近的高级的蒙古蛋，一支当当硬币超过近二十元，一支米灰宝珠币超过五十元。昂贵蒙古代替风味浓正，直接是刷饼加动漫 IP 两名。直索别冰杯应有奥迪曼、宝可曼、哆啦 A 梦、阿童木等动漫人物形象。而直索别的壁头则是有雕腿、喜欢等金属饰品。直索副产品对应的人物角色或形象，受到或者农业追捧，是以人快乐用料甲互动涉及的动物话题。直索蒙古加入了时尚元素，成为所谓的创意蒙古新的代价。另外一顶是进口蒙古，德勒、斯奈迪、三零顶进口蒙古超级普遍位置，比各山边摆的同类蒙古贵出寡倍。蒙古就是蒙古，以别为例，别个基本功能是写字，但如今的别却被商家根据农家的喜好，忽略了好在养生功能。日家将面对农家以学习为名的需求时，也大多爱选农家的王。苏博仔。食错色彩斑斓的蒙古，肤质应未衰。食错蒙古含有害化学物质，可能会伤害农家的健康。需要指出的是，蒙古春客虽然是用最不健康的高价传统消费者，但伊引发人们反感的主要原因，多以毒食入面高价。价格标签失踪，商品空白，急需的时候，金人登偷折棍的情况并不少见。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另外，未成年人到选购蒙古的时候，会缺乏察觉意识，只是依据直接朴素心理增强角度，或用具更方从政。喜欢一件蒙古的理由，是我需要，就是别人有，我也爱有。所有直接蒙古拢需要反思。对此，不妨从蒙古春客形象入手，引导农家思考其背后的存在逻辑。到消费的时候，做出理性判断，做清澈的小消费者。蒙古应以原创适应为原则，过度关注外形，背离事物的基本面，用个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对农家的健康成长贻害无穷。从这个点推，引导农家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和金钱观，这是治本之策。